这个虾我可有日子没吃过这玩意儿，嗯。一定是带壳吃的啊，河蟹就得天天吃，为啥呢？因为它肥呀，现在不吃再想吃没这么肥的了，我的铁子啊，全母河蟹。几天没吃肉了，今天再补一下子。大葱王，轰！一罐就这么一盘子，皮皮虾，跟谁走？也不知道肥度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你天天说我肥不肥，肥不肥的？我给你们看看，到底肥是不肥？绝对得够用了啊！这样看，开锅，开喽！嗯，那是赚舌了。